OK， 好的，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开始开播了。今天我们现在是在深圳的光明网球场啊，这个是华南理工大学第三届校友网球嘉年华校友网球团体赛。这个是签到墙啊，每个球队轮流在这个地方签到合影啊，拍集体照。然后呢，大概还有十几二十分钟，比赛就要正式开始啊。这个是这次比赛。每个人都有一件的这个纪念服还可以穿着比赛也还行啊，所以这个然后比赛马上就会开始啊，非常的热闹，来自全球各地啊，五湖四海，大概有18个球队，200多位球员还有嘉宾啊，非常热闹。哎，我转过来。OK， 好 ，ENBA， 来他这边。继续摄影吗？哎呀，我自己嘅要喺度现场直播紧啊！现场直播紧啊，系啊！就喜欢你。
现在这个Hello， 哎呀，冇事一粒。签到就基本上签完了啊。各个设备已经分配好了，主场。哦，哎，我答辩了嘛？你这也答辩了，你说。对，然后各个，我跟他们说了，对，然后大家现在已经在各个球场啊、准备热身了，大概按道理就已经差不多比赛了。然后呢，这边有总共有14片球场，总共18个队。哎，给我们分数啊，马上就开始捉对厮杀了啊！然后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直等一会儿呢，我可能还会用另外一个啊，文网天地的这个账号，或者是网球看台账号。现在到9点了，就不管他了，肯定是我们家。对对，可能是什么？这个上来呀，双频道直播啊，那个来，大家给关注一下，然后转发一下，最关键的转发，如果是校友，赶紧转发出去给我们的同学们看啊！正在直播，正在直播，来来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温网队，来温网队加油！加油！哎，耶，好上。那个，来那个谁，王海，帮我拿一下这个。对，拿上去就好。好、哦，这边还有个开幕式。各位校友，大家注意了，开幕式将开始，请大家进场。好，这是我们校友会网球的秘书长啊，老沈同学。我等会儿发给你们，正在直播。哎，走。对，华东第三届校友网球团体赛就要开始了，请各位队长带领你们的队员到一号场集中，到一号场集中。啊，这是我在各个场地练球的队员，请抓紧时间到一号场集中。到一号场集中。
哦，拿过来，拿过来，过来集中，大家过来集中。各队队长持牌在前，叶城中队背向那个主席台那一边。好，我们的各个球队啊，已经在陆续准备排队进场。华工的校友们，比赛就要开始，请各个队长带领你们的队员到一号场集中，到一号场集中。请各队队长持牌站在前面，排成中队。队长是排在第二。哪个牌子的？我把我也买个这个架子，我也买个这个架子。请大家抓紧时间，请大家抓紧时间。先拿了呀。又有一样的，又有一样的。请大家抓紧时间进场。这个也不要，这个不要。各队队长持牌站在前面。队员列成队伍。队员列成中队。你要不要尺寸我没调，用我调尺寸吗？啊？那不这啥意思？总总，李总，李总，李总，他这个应该是他这个往这边排吧？就这样排吗？后面站都拍不到吧？我这也拍不到了。对，我这个是在现场工作的。没有，你不是放这儿很容易，我们撞到了。小心点就可以。没办法，我们看干活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对，很热闹啊，然后200多号人呢，乌泱乌泱的，这边有一点小逆光啊，还行还行，就这么着吧。好的，欢迎欢迎啊，欢迎我们全球各地的校友还有球友啊，我们现在是在深圳的光明球场，这个球场非常漂亮，有十几片啊，然后现在是开幕式啊，开幕式一结束马上就要开始了。
哎，过门水快啥子啊？哎呀，我也过门水。哎呀，先进分子，先进分子。早晨练，晚上练，早晨啊，晚上练，今天早上练。我等会儿，等会儿再回来呀。哎呀，还是我还要走的。哎呀，我还不如进来给大家这样拍。Hello， 现场直播啊，各位校友啊 ，Hello， 你们是什么队？什么队？中山队，中山队跟我们同组哦。啊，来，珠海队。Hello， 东莞队。佛山队，温网队，对，肇庆队 ，Hello。Hello， 哎呀，就你们这个比较拗口啊，九火子离化自动电外，西湖材料队、深圳二队、华工温网队，有点小激动了，太激动了，对。你们上电视了，我混进来，这不还没开始吗？啊，西伯利亚队，土木建筑队，惠州队，啊 ，EMBA 队，哎，你好，书记 ，Hello， 湛江队，香港百步梯队 ，Hello。哎呀，开心！这边好像还是有点逆光啊，我们还是从这边来。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校友们，大家早上好。好。我是深圳华工校友队的管宁，作为承办方的一员，我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不管白天黑夜都使你感到光明的地方——深圳市光明区。母校今年刚刚迎来了72个生部，难忘华工。我是华工7、8级工程力学专业的。力学有个原理叫同频共振，我们今天到这里就有一个同频点，就是喜欢网球，热爱健康的生活。共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振幅越振越大。你看上一届是16支队，这一届是18支队，从广州振广振深了，振到深圳来了。我们的活动跟新时代的奋斗目标也很合拍，就是要不断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参加今天活动的有来自学校俱乐部各支队和广东各地校友会的球队，还有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还有和来自万里长门外的运动团队也在台上了，所以我就不逐一介绍了。学校对我们这次活动也很重视和支持。其实我们也其实也是我们温哥华的啊，这个当然也是深圳的队长啊，管师兄，作为这次承办方的主要负责人啊，在为开幕赛致辞。华工网球俱乐部，华工校友网球俱乐部。王永琪主席，常务副主席曾小波，还有陈秘书长，还
有华工深圳校友会副会长曹月斌。对他们的到来，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现在有请辅校原常务副校长唐新一致辞。各位校友，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齐聚深圳光明群众体育中心，举行我们华南理工大学校庆网球嘉年华的第三届校友网球团体赛。刚才主持人讲那个首先天气阳光灿烂，基建很好，我们是在美好的镜头给他的款，广东最好的地方。这个天时地网是吧，天气也很好。刚刚主持过 A 开放，我们现在升级了，在国际赛场搞我们的校友网球赛。好，去年我们16支队伍，今年我们18支队伍。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校友网球赛搞成国际赛事。今天有了，温哥华队。温哥华队，国际赛事，因为有了温哥华，我们已经是国际赛事了。对，华工网队。感谢我们深圳校友会，感谢我们全体为我们这次网球赛出力的同志们，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以球会友，以球这个。以球欢聚，共同为我们母校72周年校庆增加光彩。希望大家以球会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加油！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有请承办方代表陈广礼队讲话。各位领导，各位校友，大家早上好。我说三句话。第一句话表示欢迎，我代表这个深圳校友会承办方深圳校友网球队对大家莅临我们深圳举行这个比赛表示热烈的欢迎。第二句话表示感谢华工校友总会、华工校友网球俱乐部以及各位校友对深圳的信任与支持，把这个赛事搞到深圳，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把赛事办好。谢谢。第三句话，快乐网球。我们欢聚在深圳，我们今天都是一家人。希望我们校友今天能够赛出友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今后我们要把快乐网球带到我们各个队各个地方去。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这个打球快乐，谢谢。今天我们的裁判长是肖飞雄。曾经呢，主持过比较大型的活动，他会带领7个裁判来负责安排协调我们今天的赛事。但是我们的赛事还是采用信任制裁判只是协调教场那些安排。希望大家在比赛中开心。下面是发球仪式。下面是发球仪式，请彭校长、黄主席、曾主席、曹会长、
陈颖队和该队队长上前。不是对的人打这个。啊，对啊。这是我见过的开球嘉宾最多的一次啊。第一排的五十人左右。OK， 我也上去拍照了啊。第二排，另外领导、领导和嘉宾，请到第二排中间坐正。OK。第二排是摆凳子，第二排摆凳子要多点人，前面可能前面还有一些人到第一排来坐一下，要多点人，这排是四排啊，二三排的可以多点人上第一排坐地上。啊，第一排的是坐地上的啊。第二排是坐凳子的，第三排站立稍微低一点点，第四排挺高一点，高老都在后面去。长得高的有优势的都在后面去后方。第二排的凳子放在第二排，凳子先放中间，先放中间。
也可以，对对，人今天人才济济啊，人比较多。第一排坐在地上，第二排的话呢，也可以亚洲蹲也可以。要是腿力比较好的亚洲蹲也可以。好，来，那个，来，咱们这边第二排尽量往后面退一下，咱们站着走队，因为后面那排的话，第二排有点重。咱们放凳子就放第三排吧，前面分两排，好吧？
开幕式结束，大家要带着队合照的抓紧时间合照一下。各队根据那个旗帜册，到各个场地去，大队长带各队。很整齐啊，很热闹。不过这拍照啊，打球还累，蹲了十几分钟。哎呀，热闹热闹热闹。好，走。我的，哎，我的在哪儿？走了走了，师兄。我知道，不是，我在找我的包了。我正在想呢。应该在外面，我没有拿过来。快点，你要打的，你在外面。对啊，我的。来，走，来，哎呀，有汗真系好嘅啫。咩？即系一号厂做队长，我着手唔易咁。最好系有汗噶啦。即系做队长，唔一样。